还没有准备的，像是饮料啊、零食啊这一些，或是突然有想要上厕所，现在都可以提出。或是要直接开始也可以。嗯，现在可以开始没问题。OK， 好，那我们就二话不说，直接开始我们今日的来自唯一的旅途吧。音乐和音效调到最舒适的音量就可以了。The Golden Way， 这条衔接着 Karatour 和 Faerun 两大版图的漫长经商道路上，四处充满着代表过往的历史。那当然了，这条漫长的路上也能看见不同的生物，或是像是有些人，或是一些虽然被批评为疯子，或是被人说着这肯定是东西喝太多，或是接触了不好的药物而导致的幻觉，但是一些很小极小的群众人都嘴上都挂着那条路上有着超自然物种，有着没有被世人所证明的非常神秘的物种居住在里头。帮我塞个 ED20。 你缓缓的睁开眼，当然呢，你曾经你也想起了在 Zealot of Lighting 决定往南发展，和其他一同想要向南前行的旅伴分别后，你算是幸运或是不幸，算是刚好的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情形。毕竟这个车上一般来讲多少多半都有其他的旅人和你一起同行，但是唯一的在他们下车离开后的没多久，这个尴尬缓缓的慢慢的充实在你的脑袋里。虽然呢，对你来说跟 Rokta 还有 Sanders 相处并不是太大的问题，而且也不算是第一天认识他们了，但总而言之，尴尬感这个尴尬还是会有的。看着他们感情好的如同手足，当然呢，你和他们一起吃饭，协助他们，而顺便作为一个旅客看看外头的风景，但是总是像是少了些什么，总是就像是你好像感觉到像是背脊发凉似的，好像有什么东西逐渐的开始不对劲。这个夜晚使你翻来覆侧，虽然说在荒野地区这个一天两天睡得不好也不算是太不常见的事，但有可能是这个背景发凉或是这个不安让你在这晚上彻夜难眠。帮我塞个 history。 当然呢，这个不安感慢慢的寒流在这溪水之中慢慢渗透到你的小脑，甚至到你的大脑上。你眨了眨眼，看着外头那满是岩石的风景，你想起了，虽然不是全貌，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好像最近吧，尤其特别只有你还有他们两个的状况下，虽然你也看着他们都说着这几天。由他们，也就是作为向导的他们，连轮流进行守夜。但是很奇怪的是，平常一般来说也会让你进行守夜，进行公平的分配工作。但是就这几天，特别是这几天，他们有点更像是想要把你好好的关在房间里，让你休眠，或是可能他们在隐藏些什么事。这无法确定，你看着外头还是有小小的萤火正在闪烁，虽然是守夜，但这个反常确实也是存在的。他们刻意的将那守夜的炉火离马车大约为15feet的距离，而且特别是在夜晚，虽然
你他们还有你，你们都知道夜市这种东西是非常方便的，但他们好像都会选择，至少在这个大荒野、大荒谷里面，这个 wasteland 里面，他们好像都会找着岩石，像是障碍物的方式，虽然不会完全的遮蔽他们，但是他们住的位置基本上，你都会发现都是会被遮蔽的状态，唯一能看到就是那潺潺的炉火。唯一的可以看到，偶尔可能一两个小时可以看到手伸出去，然后拨动炉火的样貌。那当然呢，你坐在床上晃了晃你的头，看着狭隘又狭小的房间，这充满了寂静的环境，你也却听到了有稀稀疏疏的声响，离距离你说近不近，说远不远。那你要做些什么呢？我会因为睡不着，所以尝试往声音的来源方向去听。好，帮我塞个 insight， 算是透过这夜市，还有这不被惊扰的夜晚，你放轻你的步伐，慢慢的开始往声音的来源，也就是窗外的方向。虽然与其是你现在看到的窗外是另外一侧，你很可以确定的是马车厨房那边的窗子，你缓缓的不带任何一丝声响，用你的右手旋覆盖着门板，慢慢的推开，你一步一步的前进到了厨房，看着周遭十分的寂静，上头还有能看到晚餐所留下的面包屑。你抬头一看，眺望左侧，有一个小小的身影快速的奔驰离去。你也发现一件事情，你发现到了这个马车虽然前面是向导室，也就是向导房间，但你特别感觉到这马车是倾斜，往前倾斜，微微倾斜的。而你看着窗外，你注意到的是 Sanders 在夜黑风光的夜晚骑着Devin 派的离去，他的表情十分镇定，似乎像是有什么目的的。你也发现了有快步的脚步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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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冲向了门。而这门是你看到是厨房，也就是可以通往走离开马车的门。忽然间的哐当，原本只是缓缓带上门，直接被关上。而外面手艺用的篝火火焰也在夜空中随风摇移着。你要做什么呢？我会因为刚刚那个声音有点吓一跳，然后，刚是怎么回事？我会就顺着声音的方向，就是想要探过去，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关上的门十分的急促，基本上似乎好像是没有注意到你已经醒来的事实。你也听到了那沉重的脚步声，当当当当，开始远离了马车。你透过窗户，你看不到任何一丝的影，就像是这个人影在黑夜之中成为了他的一部分，看不到任何人。但是脚步声是逐渐离去的。我会，可能是因为睡不好吧，所以我会尝试小心的把门板给轻轻推开，然后，想要搞清楚脚步声是往哪边走。好，那帮我甩个 slide of hand 手部技巧。你尝试将门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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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门好像是被锁住的状态，但是你慢慢的发现，等一下，锁住，闭住，锁住，像是有东西挡在门外。你稍微眨了一下你的眼，用了一点力气，尽可能的不破坏门的方式往前推了一点，门打开了。你发现好像把门带上的，你往下看是椅子，一个木椅子，好像原本就像是待命似的。你发现到这个木椅还缠着小小的一丝丝线，这个丝线比起说是棉布制的，你注意到这是钢丝，
而这钢丝的方向是牵引到火炉那，也就是篝火那里。我现在门板是开的，开了，已经开了。你开 OK 好，那我会小心的绕开，然后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对啊，这是在防止我跑出来吗？我一边这样小声的喃喃的，然后顺着钢丝那样子的，慢慢的向篝火那边的方向走。好，那帮我塞个 perception。OK， 我知道了。你缓缓的顺着钢丝的方向，逐渐的往篝火的方向前进。你抬头望向夜晚的星空，也如同珍珠似的点缀在那电色名为夜空的花布上。你想起了在太阳落下前的黄昏，两位向导都意识这个地方是在荒原中比较安全，且周遭基本都是炎帝的环境之中。你也可以注意到附近还有小小的，虽然不大，如同类似灌木丛林的地方。你想起了当时你听闻两位向导当时的言论，也可以确定这里并没有什么危险或是风险存在，也确定这里应该也不会有物种来袭击马车或是里头的人。但是你往后一看，你注意到马车倾斜的原因，那里原本应该是有马，如果 Death Impact 不在，那么 Devil's Cry 就会在那里，可是这两匹马都不见了。而你缓缓的顺着钢丝往前走，你能确定的是前面好像没有任何一丝人影，至少透过篝火看着火光的影子，那里并没有任何的影子在。而奇怪的是，为什么 Sanders 离开了？而原本你皱了一下眉头，如果 Sanders 离开的话，那代表守夜的应该是 Lokta 吧，他为什么也不在呢？你环顾了一下四周，你发现了篝火附近确实一看到是 Lokta 的随身包包，好像是打开的状态，还能看到在包包的附近距离篝火大约是没有到多远，可能说离火源稍微远了一些，大约一个手臂长度的距离，那里放着一个未完成的木雕，像是鸟的翅膀吗？不确定它要做什么。目前你看到是这样，就是快速的扫过，看到是这样。我现在是已经站到篝火附近了，还是还有点距离？你在附近，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距离。奇怪了。Lokta 人呢？我会一边就是因为没办法搞懂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又再继续朝篝火的方向走近一点，但我会试着去再仔细看一下周遭。好，帮我看我没漏掉什么。Investigation。你看到的其实还蛮简单的，一个打开的随身包包，一个未完成的目标。你还看到了在篝火附近还放着算是全新的还没拆开布包的干粮，你可以闻到微微的肉干味从里头飘出来。你想起了这些肉干好像是在 Lightning 离开前附近的补给站那里所买的吧。你还看到的是熊熊燃烧的篝火，里头似乎添加了柴火。你还看到了一张羊皮纸，但是现在看羊皮纸好像被涂满了铅笔的痕迹。可是这个铅笔痕迹一般来说这应该是 Zenot Lighting 所做的吧，为什么看起来一片黑？我会因为很困惑，所以我就走靠近那张羊皮纸想看清楚上面的东西。你默默地将羊皮纸拿起，你发现你看到的是这个图示，然后你就想象成是用素描画的。我没有时间把一个一个画成、okay. 画成素描。
我会看着这个，然后，就是月相图吗？我一边喃喃自语，然后一边尝试抬头看一下金色的、今夜的那个月亮。看着上头的月亮，今天看起来这个月亮算是不大吧？你看起来大约就像是微微的。你歪了一下头，这就像是法箍般的弯翘，只差加了几个像是梳子般的小小的身细，那么就可以变成梳子吧？但不是，它只是一个微微的月亮，看起来。你想了一下，看起来好像这月亮才初始的变大不久吧？你可以确定的是这样，但是你往下一看，你看到这个图，再往上一比，确定了这是月相没有错，没有错。而且你稍微对比，你看到了大概像是你看到这非常细弯的月亮，基本上看不出整个圆形的月亮在。而这个弯向是缺口是在左侧，而明月这细弯的地方则是在于右侧。我会一边比对呢，五或者是六吗？我一边比对了一下，然后我会就是先比对一下月亮的形状后，然后呢再稍微左右看了一下，这会跟这几天他们不让我出来有什么关系吗？帮我设个 inside。OK，看了一下，你看下来这里就像是很正常的，唯一的是 Rokuta 的包包看起来是打开的，看起来就像是它为什么会打开呢？你想了想，帮我塞个 history。你想着 Rokuta 一般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虽然 Sanders 也算是谨慎，但是 Rokuta 的谨慎对你来说是病态的谨慎。不管你是在修还是你在窝，你大概算是所有你见过的人中，相比你的师父，或者是你所有看过的任何的人。Rokuta 大概是你看过里面最病态的谨慎的人，就像是每天都想是有被害妄想症吗？你歪了一下头，你虽然只是听过这个词，你也忘记了你是在哪里听过这个词，但是这个词从你的脑海里慢慢的浮现。毕竟你皱了一下眉，毕竟它通常大概多半就连。他只是周遭，就连 Sanders 在附近，或者就连在他的私人房间，他是门打开的状态。他的包包，只要他在，他包包都是关非常紧的，任何东西都是关很紧的。只要他走，都会 double check，就算再慌张也是一样。我会皱着眉头，但我会先把就是羊皮纸先放回刚刚拿的地方。我会，稍微左右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石头之类的可以先压住，避免说它可能不小心飞走之类的。你可以拿干粮压。OK，那我就先把它稍微的先把它压好，然后就是双手环胸那样。如果他不可能会把他的东西扔在这的，我会算就是有点好奇的想要看一下他的包包，但要是乱动的话，他一定会生气的吧。帮我算我个一边这样 inside。子。你看了一下这个包包的洞口非常的大，就像是你的脑海中慢慢的飘出了，浮现出了，像是这个包包正在向你招手一样。
我尝试往后退，就是一个把脸挪开，就是不行不行不行，虽然很好奇，但不能乱碰，不能乱碰，不能乱碰。我想要继续往，我想要往后退一点。在你往后退之时，你感觉到你的脚好像踩到了纸，好像像是纸在埋在这个泥土下，而且这纸看起来像是刚埋的，没有很久。我的有点就是，因为就是突然踩到意料之外的东西，有点吓到就抖了一下，然后什么？然后我就注意到那张纸，然后我就蹲下身去尝试看清楚那张纸是什么动作。你慢慢的弯下身，你发现这张纸条像是比起说是慌张、极乱的埋藏在里头，更像是已经计划好的。你看到这张纸，看起来就像是特别的。你稍微的比对一下距离，好像确实的像是有人刻意安排好的。你默默的将这纸拿了出来，你发现上头似乎是一个写到一半的信，而且上头还写的是你的名字。What？你看着自己是 Lokta 的自己。咦？我问一个，我的，等等，我的名字？我就整个就是。完全就是那个脑袋上面全部都是问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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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状态，然后我再双手就是抓好那一张信纸，然后就是尝试阅读上面写的什么。你将信啪啦啪啦的打开，似乎没有说到特别困难，毕竟有着篝火的帮助，基本上是挺好阅读的。你发现上头写的字是修的语言，你也想起了，于是 Rokta 确实会这个语言。如果他不会这个语言，那他也没办法和你沟通。而你看着上头的字是这么写的：“Sora，如果你起来看到这封信，但没看到我，那你大概会知道，我和 Sanders 目前有一个非比不可的竞赛必须要做。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像是独角兽的独特的生物，它只会出现在这片荒野里，而基本上它每6年只会出现这一次。因为是我们两个人的目标，Sanders 要我不告诉你。但如果你想帮忙的话，你也可以一起找找看。我埋藏了一些小小的提示跟线索。你如果机灵的话，首先先抬头望向天空，追逐月亮，追寻最闪亮的星，将它们捕捉在手心，就会看到。你看到后面似乎好像正要写些什么，但是这封信没有写完就停止了。我事先那个就是整个就是脑袋里面先充满了问号，然后独角兽，我就一边就是整个那个脑袋有点茫然的，我想要回忆一下我有没有听过这个生物的传闻啊。帮我塞个 intelligence。你皱了一下眉头，但也慢慢的想起来了。这几天确实的，你看，那时虽然你也不太算是不太在意，甚至更像是问号。你看着 Rokta 和 Sanders，每天到了晚上都变得有些神经兮兮的，特别是要你在里头好好的睡一觉，要他们要进行守夜这一件事已经够奇怪了。但是你也想起了，基本上可能没几天，Rokta 会像是看你睡不着，可能会带你出去，看着上头的星空聊聊，顺便学习语言。但是这几天却没有，而你也慢慢的想起，好像也确实在这几天，Sanders 他手中都握着一张纸。那张羊皮纸看起来似乎比起说是 Zelda Lighting 所携带的那些纸张外，更加的老旧。你有尝试问过 Rokta 是从哪里来的？他也只是耸耸肩，
说那是 Sanders 的爸爸给他的，但是他也没有多说些什么。而 Sanders， 你只能从他片刻的话语，你想了想，皱了皱眉头，毕竟你的飞入那里的方言还有那里的语言都不是算是很了解，基本上以听来说，你只会初级的，要到流通流畅都还算是一大段的距离。可是你确实是听到了有一个晚上 Rokta 和 Sanders 他们走出马车时，好像也听到了 Sanders 口中好像说了稀有堪比妖精的无害生物，而你也听到了 Rokta 似乎也是用着肥肉的语言说着传说中看到并能找到他的人将会获得好运。当时的你并没有想说这到底是什么，难道那个独角兽就是他们口中说的这个堪比妖精稀有又无害的生物吗？我会就先把这个信就是折起来，就是收在身上那样，然后他们之间的竞赛吗？独角兽，熊脑边好像也没有这类东西的传闻，不过反正睡都睡不着了，他们也说周边好像还是安全，那就跟着看跟着看看吧。我会就那个算这样子说了，但就是稍微看了一下，罗库塔他那个整个打开的包包，还是虽然这样说还是我决定拿我的那个我想要拿我的那个斗篷之类的，我想要就是先把他的包包盖好之类的，就是稍微挡风。你可以非常盖好吗？非常非常容易的直接将他的包包直接扣好。OK， 那好吧，那我就一个好了，不要乱看别人东西，直接盖好就对了，直接盖好就好。咔咔，你感觉到有着皮革与皮革摩擦的声响，这古老的兽皮，你可以确定的，这应该是牛皮吧？牛皮所制的包包，这盖起来的声响，还有听着金属的扣环发出简略的咔嚓的声音，确实现在已经盖上了，而且也锁上了。你还是无法确定为什么他的包包上会有这么多的锁，基本上大部分的地方都已经锁起来了，而那后背包或者说最大的包包这翻起来的地方现在也牢牢的锁上了。那我就好，我就先站起身，然后向着月亮走，最亮的星。我就一边喃喃说着，然后我想要就是抬头看，就是天空上，就是试图找最亮的那个星的方向。好，帮我 second natural。你注意到这最闪亮的星正在闪烁着，看起来的方向似乎就像是在引导你似的。你动了动你的耳朵，虽然这里也不知道那颗星星会带你引导到你到哪里去，但你发现这个星星确实是有在引导的。你看着它这位在的位置，而往前一看，那里似乎像是一个古迹废墟，你无法确定，但你可以看到的是，那里比起算是短小的矮丛林、灌木丛林外，还能看到几个破旧的、破烂的、已经没有任何人存在的房子，但已经没办法居住了。特别是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已经崩毁的状态。看起来曾经那里应该可能是个小小的聚落吧。我就那个慢慢的顺向着那个遗迹的方向走。好，那帮我设一个 survival。你迈开你的步伐，开始慢慢的往那最灿烂的星星
的方向开始往前，而这星星得到你来到了一个破旧的，算是有些年代的古代废墟之中。看起来里头曾经像是有住人，你可以看着里面，或者说那些破败的房子里，确实都还有残存一些东西，还有一些像是布料或者像是金属等一些材料存在，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生锈，而且这个村子或者说这个废墟，简单来说已经像是一个简单单的一座石城。你环顾了一下四周，你注意到了这个聚落，看起来原本应该是宗教地方吗？你眨了一下你的眼，你发现到有破败的神堂，而这个神堂看起来确实是修那边来的。神堂破败不堪，里面的神像也被拿走，而也在这个聚落的最中心，也建立了。皱了一下眉头，这应该是斐路那边的信仰吧。那大大的十字架两旁还有钉子，而这十字架的中间还有一个像是小小的木雕，这个木雕似乎是双手刻意的刻成双手的样子，上头钉子闪烁着生锈的光芒。你由下往上看这个十字架柱子，你可以推测的话大约约略有220公分高。我会看到那个雕像，就是那种那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会反正晚上无聊也好奇，我就想要走得更靠近的去仔细看看。好，帮我塞个瑞丽卷。虽然并没有听过太多关于斐路那边的宗教，但是那明显的双手，你想起了是 Rokuta 曾经也有教导过你，毕竟这是为了算是文化。你也想起了他那时只是对你眯了眯眼，说着要融入人家的文化就必须要学习，而不是讲了给人家闹大笑话。这句话也慢慢的浮现在你脑海之中，看着上头的那对手，你想起了一个名字，伊亚马特，而他的别名是正在哭泣的神。我会正在哭泣的神，我会我会就是有点像是好奇，或者说是我会尝试伸手轻轻去碰触这个雕像。你轻轻的用你的手碰触了这一个十字架，你可以感觉到小小的木头，或者说木头所带来的一些木屑，微微的小小的扎进你的手里。当然这很快的，你可以直接就是将你的手抽走，将木屑直接拔去。当然的，这些木屑并不会伤到你，只是小小的扎了些，有一点点痛。那你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木架子比起说是一个完美的雕刻或是艺术品，更像是完完全全的宗教，也就是宗教所用的制品。你也看了一下这个书，帮我塞个 nature。nature 的话，哎呀，毕竟你皱一下眉头，毕竟你也不是什么术专家、自然专家，你也想起一件事情，虽然是跟随着星星走，但是。你也想起了一个大问题，你回得去吗？虽然这里安全，但是如果溜走又怎么办？这些小小的杂事开始慢慢的浮现在你的心头。
头，你也不确定到底 Rokuta 他给你的这个线索是否也代表他找得到你。你皱了一下眉头，对你来说你只是一个外乡人，对你来说这是一个不熟的地方。你晃了晃头，这些紧张感慢慢的浮现在你的心里，浮现在你脑海之中。你受到了6点精神伤害。好，但是你也看着上头的这个树，你只能说猜吧，大概看起来这个木头有些昏暗，上头你嗅了嗅，看起来是原木，并没有做过任何的打理或是任何的打磨，就像是很简单的直接将树干给砍下来，而在上头雕刻出来的美丽的双手。当然你看的这双手你得爬上去才能看得到细节，但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又是什么？在这个圈子的意义又是什么？而双手的方向，你皱一下眉头，太高了，必须得找个方向才能看得到手的方向是指哪里。嗯，那我会稍微拉开距离尝试去看清楚这个手的方向。那这个的话，帮我塞个 Athletics。嗯，你默默的开始退，开始退，慢慢的倒退，发现基本上这个倒退直接将你带到了村子外，或者说这个废墟外看起来像是村子外的地方，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村子，而且距离你大概算了算，大约为30 feet。位置，你由下往上吹到方向，你看到方向似乎是往东南，但是这个东南又是什么意思？东南指的方向，如果说是这个双手是指着方向，而且比起说是伸手，他们的双手是纠缠纠结的，而这纠缠的手是东南，也一直你皱了一下眉头，到底是东南的房子？还是东南方呢？嗯，我会稍微稍稍脸，然后你比较靠近的话，嗯，我想要先去东南方的房子先看看。这个部分的话，帮我塞一个 slide of eye， 因为我想、slide of eye， slide of head， 好，或是 inside 都可以。哎 ，inside， OK， 没问题。你稍微的皱了一下眉头，慢慢的回到了这个村庄，或者说现在不是说是这个时辰之中，你默默的稍微的抓了一下位置。基本上只要往那个手的方向走就对了吧，你慢慢的往着他所指的东南方，当然这也只能凭直觉的东南方走，你也慢慢的发现到那个废墟里，那个曾经是房子，说是房子吗？更像是教堂吧，那破旧的教堂，那上头看起来像是彩窗玻璃，但是现在都铺上了一层灰的窗子上，被喷上了红红的鲜艳的漆，你看着上头的喷漆写着有明月25。明月哦，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今天的月亮方位，然后，我想要做那个明月25的话，刚刚看应该是弯的那一侧在左边吧。我会就一边试着回忆刚刚看到的东西，然后一边往左侧的那边的方向看。看起来左侧基本上都是废墟，你不确定说
在，看起来有一段时间了。嗯，那右侧那边方向看过去的话是，也是废墟。我想要先朝左侧那边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帮我塞个 investigation。我缓缓的往着左侧方向走，里头基本上都是已经是破烂的。房型的民宅，那你看到其中一个房子，虽然现在也不像是房子一样，唯一看到的就是崩溃的石块，还有像是被抛弃过的痕迹。也注意到附近还有一点微微的潮湿。你嗅了一下你的鼻子，你看着这个房子附近有一个水井，那水井似乎里头的水还继续。我想要尝试走到就是那个井的那一边，就是稍微朝里面看一下。你看着里头，虽然倒映的是你的样貌，还有一切的水井所看到的景象，但你发现到了一件事：月亮。你发现你抬头看的月亮跟里头的月亮是不同的。你看到里头的月亮，似乎你皱了一下眉头。看起来像是一半的月亮，但是这一半的显现是在左侧，右侧则是全黑的。你再抬头看向天空的月亮，什么都没有，完全不一样。咦？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要就是仔细看这个景有没有什么令人在意的地方，就除了这个月亮的月相之外。可以帮我塞个 wisdom。 wisdom 看起来就像是个不同的景。我就先歪了歪头，然后跟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一边这样子很困惑的，就是皱着眉，然后就有点歪头，然后我就面对着那个井，然后呢，顺着就是它那个月相，然后有一半月亮凸起的那一侧，然后就是。大概抓了一个方位，然后朝那个方向，那个左侧的方向再看过去。好，帮我塞一个 natural。顺着方向看去，看起来前面是离开村子的一个步道。那这步道看起来，虽然这是一个荒野，但是那里确实是布满灌木丛的地方。虽然不大，但你往前看，那里好像灌木丛后方是不是山呢？岩壁峭山的地方。嗯哼。我稍微就是看了一下，然后再虽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找过来的，我想要拿我的小匕首，然后呢，在井边就是刻了一个小箭头，然后上面再写了一个 S， 这样子。好，再往那边走。这并没有什么太大困难，你轻轻的在上头画下了做了一下记号，开始边往方向前进。帮我甩个 survival， 我看一下。
然呢，对于一个旷大的荒野来说，有个小小的灌木丛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甚至有时候可以说，在这基本上可能没有太多生命，基本上都是岩石的地方，有植被反而算是更好的吧。但你稍微的晃了一下，走了一下，朝着方向走着，来到的也就是你皱一下眉头，更多的枯树、枯木，还有东倒西歪落下的已经被割下的木头，看起来这里十分的昏暗。说是一个小森林吗？你皱一下头，皱一下眉头，也真的算是吧。还可以闻到淡淡的、微微的恶臭味，嗯，像是沼泽的味道。嗯，我注意到这个有点像是沼泽的味道的时候，我开始向前的时候，我会比较注意脚下的情况，慢慢的再继续向前进，然后一边左右张望周遭。下看，我发现地上都有一些水洼，而这些水洼映照出来的，你再往上往下看，发现一样的，有一个问题，月亮基本上能映照的你的样貌、星斗，还有大部分的情形都是符合的，就像是一面镜子，就像是一个倒影，但是在这个小小的水洼中的倒影。却又是不同的。你环顾了四周，除了你走过的痕迹外，你还发现了有马蹄的痕迹。而这马蹄的痕迹之外，还能看到几个看起来像是男性成人大小的脚印，但是比起说是脚印，更是鞋印，因为是穿鞋子的状态。而你看着这个鞋印旁的这些水洼，你发现到了上头月亮是不同的。轻轻的皱了一下眉头，帮我甩个 inside。inside。你发现到了这个水洼里的月亮，比起说是天空中那细微的，基本上些许小小的，如同一枚针线的弯月外。同样的方向，但是厚了一点点。你缓缓的抬头看着周遭，你注意到在旁边的一棵树上刻着"细月六"。我会一边就是看着这个呢，这。如果以今天来说，今天的是五，然后刚刚的教堂那边的水井，我记得是25，现在又变成6，这样方向，我稍微看着，我就一边看着那个月亮的方向，然后再抓一下位置，右边，我就往右侧的那边的方向再看过去。你看着右侧，比起说是。岩区的峭壁外，当然的，你看到这峭壁是存在的，但是你闻到那沼泽的恶臭味，似乎也是从那里所飘来的。我会一边就是，他们要找的生物真的会在这一带吗？我就有点困惑的歪着头，然后，不过，既然会有这些痕迹，也就代表他们应该也在这边附近吧。我一边这样喃喃说着，然后一边顺着那个月亮的那个方向，还有那个沼泽气味的那个方向，试着一边走过去。好，那这部分的话，请帮我甩一个，这样吧，帮我甩一个纯粹的。纯粹的 wisdom，
到夜晚的这小小的灌木丛林，上头悬挂着大大小小的，与其说是梅子，也更像是果实的植物种类。当然，现在也不是在意这些的时候，你放轻了脚步，慢慢的往前，听着夜林在附近发出沙拉、沙拉、沙拉的声响。随即的，你也注意到面前，在环绕的几个枯木的状况下，你看到了正在发光的地方。比起说是发光，更像是整个池子在发光。你看着这池子上头有着载浮载沉的荷叶，但是与其说是荷叶，更像是落下的像是荷叶般的金色的东西。那个东西像是植物，可是你皱了下眉头，看起来又像不是。但是如果以现在所站的位置这样远看的话，是植物又不是植物吧。我会，我会就看着那个光，然后，是指这边的方向没错，但我会一边稍微环顾一下周遭，然后，我想要先注意一下周遭有没有什么动静。好，帮我筛。那我想要小心的朝着那个发亮的荷叶附近，试图靠近一点，尝试去看清楚。好，那这个的话，帮我塞个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你默默的朝着池子附近前进，你发现里头的亮光已经完全找不出你的倒影，或者是天空。你只看着里头那些载货载沉的亮光，那些亮光当然呢看起来像是叶子，但是你却能看到里头这个叶子里头都有好几个小小的圆圈，而这些圆圈呢好像似乎正在吸收着里头的水分。这些圆圈都开始顺着这个叶子的方向不停地流动着，仿佛就像是这池子的光芒直接照亮了它们，显露了它们的存在。你也看到这个叶子会随着水流慢慢的变形，就像是它是伸缩自如的会发光的东西。你发现到了旁边看起来有几根树枝慢慢的建立叠成一个小小的像是交叠而错的一个小小的屋顶，那里头也看到一个干枯干扁的叶子。你也看到旁边算是已经基本上都已经被风已经吹拂的没办法太能辨识，但是看起来像是谁的墓，什么什么的墓。我想要仔细看一下就里面的那个叶子跟飘在水中的叶子的是同种的东西还是。我想要仔细看一下。帮我塞个 natural。有点像有点不像。你无法确定。我尝试就是再走靠近一点，然后我想要仔细再看看那个墓是什么样的，就有没有什么细节什么的让我在意。好，帮我塞个 investigation。investigation。
起来就像是一个枯萎的叶子被两侧的小小的树枝给搭起放在中央，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皱一下眉头，周边的小孩，至少带胸的小孩，有的想象力比较重的，也会把叶子当作自己的小宠物，然后叶子或是花枯萎的时候给他们盖住木，这看起来蛮正常的。我会就是再把目光就是再放回刚刚就是像是在吸收水分的那些叶子还有那个光点的附近，想要看一下现在是有什么变化吗？看起来和刚刚差不多，也发现了这些叶子也就是载货载沉的在这个水面上漂浮着，看起来与其说是像是在那个枯萎的叶子那样子颜色，它们的颜色倒是比较鲜艳，如同黄绿色的。帮我塞个，帮我塞个 inside。你无法确定说到底这是什么植物、生物，还是这座池子有什么奇怪的魔力或者动力？但看起来，好吧，那些叶子。流动那些小小的东西，看起来还蛮漂亮的。我看着那一个就是叶子他们在吸收水分的样子，然后嘛，就那一片干巴巴的，好像有点怪可怜的。我想要就是拿身上的就是那种空瓶子那样子，然后想要稍微装一点点水，然后呢去倒在那个干的叶子上面。好，你从池塘里烧了一壶水，默默的顶在那一个干枯的叶子上，水哗啦啦的顶在上头，只看到了这干枯的叶子，现在看起来就像是比较湿的干枯的叶子。上头沾满了池塘的水，而淋在上头那搭成的小小的木质的屋檐，也现在也被侵蚀。你看着上头的月亮，还有现在的天气，你看着周遭一片寂静，而池塘里的水一样的，里头那些叶子正在漂浮流动着。我会，现在唯一的线索就到这里，还是说被叶子们遮住的地方有什么吗？我想要就是在周围找看看有没有那种比较长的那种的那种树枝之类的，可以让我稍微拨开叶子们看看。你是说池塘里面的还是干枯的？就是先周边看有没有那种就是干枯的比较长的那种的树枝，然后想去拨拨看池子里面的那些叶子们。好，那这样吧，帮我塞个 natural。你环顾了一下四周，找寻着有没有可以可拨动的树枝，但是看起来这里似乎很奇怪的。很意外的，明明这里是一个灌木丛，或者说这里应该是有植被生长的地方，但是树枝你往下看，这根本就像是你皱了一下眉头，这根本就像是以前在修，特别是在 Keratin 的时候，城镇里要剪根树枝基本上都是大难事。我注意到这点的时候，我是整个就是眉毛挑了一下，然后哼，打周边这边也太干净了吧。唯一的只有石头跟泥土。我稍微纠结了一下，然后，我就
我就那种就是在池塘边，就是稍微蹲下身那样子，然后行，好吧，真的希望我不会有事。然后我就一边这样喃喃说着，然后一边就是我伸手去稍微拨开一点叶子看看。我在搞考呢。可能。你将你的手静静的伸到了这池塘里，让你感到意外是这池塘是暖的，与其说是冰凉的水，你可以感觉到有暖暖的，像是暖流似的流水，这确实是水，就像是煮过的开水，但是放了一阵子湿的。你用你的手左右的波动，你看到那些叶子并没有做什么，只是随着你的波动，慢慢的随着水流往东西侧流动。你的手，你往下来看，这池子正在发光，看不见任何的底。你的手一张一合的，你发现到一件事，这个水是浑浊的。我会试着再把叶子们拨开一点，想要就是看清楚说是下面有什么东西在涌动的那种感觉。 Investigation 你用你的手慢慢的向下，慢慢的随着动的溪流或是水流慢慢的波动着，你开始感觉到越往下温度就开始变得更加的灼热，但不会到烫手的程度。你慢慢的用你的手往左侧一拨，看起来这里应该是底吧，你可以摸到了微微的湿湿的黏黏的，看起来摸起来就像是皮革似的东西，还摸到了像是有些软黏、软稠的，看起来慢慢的像是有什么东西跑上你的手，而你在往旁边慢慢的摸，你感觉到有像是冰冷的东西透过着你的指尖传送到你的身体里，特别是在这么暖的状况下，这冰冷的东西，这多少是一个极大的反差。你将你的手稍微再摸一下这冰冷的东西，有些。而且你用你的手轻敲一下，发出了咔咔咔咔的，像是你像是正在碰触着玻璃似的东西。随即的，你皱了一下眉头，一次小小的痛感直接划破了你的食指。你看着这浑浊的池塘，特别是你手伸下去的部分，有几滴小小的红色的滴。像是水滴似的涟漪，慢慢的向上漂浮，散开，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花。你受到了两点 piercing damage， 但你好像随着这个痛感之后，你好像摸到了圆圆的、冰冰的、凉凉的，而且摸起来像是海绵似一张一次有弹性的东西。你又要做什么？我先是那个，就是有点这个脑袋打结那样的。我刚刚摸了什么东西？我想要试着看我能不能抓，就是把我刚刚摸到的东西，看能不能往上拉。现在最后摸到东西吗？你慢慢的往上开始慢慢的拉扯，随即的啪嚓，你的手直接脱离了水面。你看着你的食指指腹，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尖锐东西划破似的。虽然伤势并不大，但是微微的流着血。但你看着你紧握的东西，软软的，远看之下还确实真像是海绵。但是这个软软的东西下。下眉头，里头包着一个瓶子，这个瓶子不大，小小的，似乎好像被什么人给打破。你看到这瓶子里放着一艘船，
而这艘船好像有些歪斜，似乎被什么人刻意的破坏，而这艘船指的方向是峭壁。我会看了一下峭壁，然后，我会把那个船就是轻轻的给它放回，就是放到我身旁那样的。刚刚是，咦，做这个吗？还是，我会就是再把手就是稍微再摸一下，就是刚刚摸的地方。我记得皮革，然后玻璃应该是这东西吗？我就一边很困惑的，就是稍微再试探性的摸一下。好，帮我甩个 investigation。你轻轻的用你手往下拨，但是那些触感都没了，唯一的你能碰到摸到都是淡淡的，像是流沙般炙热的流沙，在这水中漂浮而已。好，那我就把手抽回来，稍微就是把那个水就是拨一拨那样，然后，我会试着把那个瓶中船就是给它拿起来，然后呢仔细端详一下。看着这艘船似乎像是放了一阵子，但是这一阵子也没有到说一个大阵子。这艘船你皱一下眉头，你没有任何印象，你并没有看过任何类似像这样的东西，而当然的在你的人生中也没有经历过太多，毕竟你也不是在船上生活或是跟船有太大的关联。就算说 Keratin 是一个大海港镇，但是多半的如果你是在寺庙里生活的话，基本上也不知道太多。你皱了一下眉头，你唯一的只能看着这个船头船锚全部都像是被什么人刻意的掰向一个方向，你看着这方向全部都是峭壁。我会就总感觉这样子就这样被破坏掉的时候有点怪可惜的。我稍微就是看了一下他指的方向，然后再稍微想一想，然后我把瓶子就是放在我原本站的那个位置，然后让他就是指向朝着他原本指的地方。然后我在旁边地板就是用匕首就是留下一个 S 这个字样，然后再朝着峭壁的那个方向走看看。好，那帮我下一个 acrobatic。 当然的，开始往峭壁的方向走，这岩石的山壁当然的在这大小谷之中，虽然你看了一下周遭，比起刚来看过或是基本上能看过的来说，好吧，确实这里确实的完完全全的是比较安全的地方，但是看着那高手基本上是垂直的峭壁来讲，确实某方面来说也是有些困难。你默默的开始垫起你的脚尖，尽可能的不让你掉下来似的，顺着峭壁的方向开始慢慢的往上。你发现你正在往上，也感觉到风正在吹拂着你的发丝。你慢慢的看着这个道路通往的是溪流吗？那池塘汇聚成池塘的其中一部分吗？你皱了一下眉头，你看了一下，现在确实夜空夜晚，在这大小谷，在这荒野之中是特别美丽的。而也在这慢慢的往前，尽可能的不让自己滑倒之下或是摔下之下，你看的峭壁也，你皱了一下眉头，看了一下峭壁的岩壁附近，那里好像被什么人刻意的用石头直接画出了、割出了一个图示。你看到的是一个半月，可是这个半月缺的部分是左侧。你看到这个半月下方刻着九夜月九。
我顺着这一个刻痕的方向，就是朝右侧那一带看过去。那里是一个洞窟，一个小小的，看起来不太显眼的洞窟。那你发现一件事，这洞窟看起来好像上着锁，而这个上的锁上头有一个图示，满月。而满月的下方好像有什么东西。我想要仔细看清楚。你要前进吗？前进。帮我甩个阿卡呢？啊，看到，看到。虽然说你无法搞清楚到底是谁做的、谁干的，但是你发现好像是一个屏障，好像是，应该是魔法的屏障吧？但是谁设的？这你皱一下眉头，不清楚。你听到了洞窟里面传来了粗重的喘息声，似乎这个喘息声与其说是人，更像是非人的生物，非常的低沉、沉重，但是距离你的位置来说十分的遥远。而你看到了这个巨大的满月下方，好像浮现了一段话。你也注意到了，旁边慢慢的从天而降，落下了一张纸。你看这上头好像遍布写着，像是一个对照表吗？咦？呵。我那个就一边看哦，数学啊，我想要就是，我先算一下，对，我算一下。
三十。会约。我那个就是看到最后的三十那边。你眨了眨眼，看着确实上头好像有些什么，就像是你皱了一下眉头，就像是好像可以让你平板找出些什么似的。你注意到下方确实好像有一些东西在，你看到这些东西似乎是好像有被什么人给动过，但是现在被打乱了。你注意到里头有什么都没有，还有自满月的图示都有，就像是一个小小的板子复制板。而你也看到了上头这些小小复制板，你用你的手碰一下，上头有显现出号码。一到三次。What the？ 我会就直接输入结果吗？我一边就是，我怎么总觉得好像一的一？我有点纠结，然后应该是只要按结果吧。我一边这样喃喃说着了，一边朝着三十的那个牌子按按看。你默默的点了一下，也发现到了这屏障慢慢的开始失去，原本像是有屏障的界限也结束了。你看到的面前是一个洞窟，而那书中的喘息声依旧存在。这喘息声并不是像是突然起的或是紧接的，而是就像是正在呼吸似的，忽上忽下的这。我会该不会还真的让我找到吧？我就一边有点小兴奋，但我还是那个尽可能小心一点的走进去看看。好，那帮我塞个。帮我塞个奥卡纳。OK， 我知道了。你慢慢的迈开你的步伐，顺着那黑夜的星空，走进了这昏暗的洞窟里。唯一你听到的，也就是潺潺的流水声，虽然并没有那么多，或是湍急。但是可以感觉到这个痛苦喘息声还有声响是依旧存在的。你慢慢的眨着眼，也看到了蓝光。确实蓝光，这个蓝光就像是夜晚的星星似的。你打量着蓝光，周遭慢慢的被点亮，就像是这个洞窟里那是水晶吗？发着蓝光的水晶，小小的岩窟通道只有一个道路，就像是在往前似的引导着似的。潺潺的流水声也顺着小道流动着。水晶的话是整个遍布在墙面，还是说是它就像是那种路灯那种感觉的路灯的？ OK， 但是那我会没有很整齐，是自然生长的。我会就是出自于好奇，我想要只是碰碰看其中一丛看看。默默的用你的手稍微碰了一下其中一个水晶，冰冰凉凉的，确实这是水晶，普通的水晶，但会发出淡淡的蓝光，看起来确实这个蓝光似乎就像是蕴藏着魔力似的，非常的漂亮。我想要尝试看看能不能带一点点走。你身上有任何可以像是采矿工具，或是可以，因为你用刀子一般是没办法采矿的哦。OK， 好，那我会就是，好吧，有点可惜。
我就稍微叹了叹气，然后就有点想带回去给他们看看嘛。然后我就先就是把手收了回来，然后再慢慢的往前，就是顺着通道继续走。帮我塞个 natural。你顺着你的步伐，看着这引导式的道路，慢慢的向前走，看着这些水晶一闪一逝，无量无暗的，就像是夜晚空中的星星，一闪一逝。你顺着道路往前，也听到了喘息变得逐渐沉重，那忽上忽下的呼吸声，就像是平稳的这个生物正在沉睡。你慢慢的来到了尽头，那里尽头，如果以夜视来看的话，当然夜视有微光带来给你，你大概可以估计这个地方大概约略为30×45 feet 这样这么大的一个宽度，而中间这就是那喘息声的来源吧。你听到了那像是平稳的忽上忽下的呼吸，你也注意到了这个生物远比你大了一倍，看起来这个巨大的生物正说着自己将自己作为最安全的姿势的打睡着。它有着脚，比起说是尖尖的脚，那像是如同羊似的由上往下的灰色被打磨至闪亮的脚，而它的背脊长着如同像是玫瑰花般的绒毛，看起来就像是有特地保养过。随着水晶的亮光的幅度轻轻的摇曳着，你看着它背脊的中背脊上的皮毛，那些皮毛与其说是亮色系，更像是带了一些赤红、朱红、酱红似的，带了一点紫、一点红。短暂的皮毛看起来似乎如同马似的皮毛，而那长长的尾巴就像是马的尾巴，但是又混杂了像是狮子般的小小的鬃毛。而你也看着它的头，它的头看起来与其像是羊，但它又看起来混杂着羊与马的特征。脚这是十个蹄子。帮我塞个 inside。你看着这蹄子似乎是只有一个蹄子是你可以看到的，其他三个蹄子则是往洞窟，也就是这个巨大的生物所挡住的方向，洞窟的深处。这里应该就是洞窟尾部吧，而这巨大的生物你可以完完全全保证你是第一次看到，完完全全的在你的人生，在你能听闻的听见过的这个完全并没有看过，完全没有。我会就一个我就有点呆住那样的、哦、这应该不是他们说的独角兽吧，我就那种小声喃喃的，这会是吗？咦，我有点脑袋转不过来那种感觉，然后我想要就是再仔细打量一下就是他。发现他的前脚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缠住，那是布料，而且看起来是受过的伤，而这个布料看起来才是刚被砸上去没多久的，是受伤了吗？皱了一下你的眉头，而你也无法确定说这个生物叫什么名字，或是它是什么，能吸引的也就是那如同玫瑰花似暗粉色的鬃毛。渐渐的，在这以蓝色系、以蓝色的水晶洞窟为主的环境之中，特别的显眼。你将你的眼睛注视在这上头，也被这鬃毛给吸引之时。
是有什么东西轻轻的按在你的身上。我有点吓到，就是那种就下意识的抖了一下，但我就是捂着嘴巴，就是先往旁边看过去。你慢慢的往着望着，你是往着那个方向还是另外一边？对，就是那个被按住肩膀那种方向，然后就是有点吓到，但怕自己吵到那个生物，所以就是双手捂住嘴巴的那种，转头看过去。好，那 OK。你默默地将你的视线往后一看，你注意到的是那同紫色如同紫水晶般的双眼，是那个半兽人 Rokita。 你看着他缓缓地扬起微笑，那缓缓地吐出来的兽牙只是抽了一会儿，你看着他用着他的左手似乎对你也比出了一个虚的姿势，你看也注意到他慢慢的将放在你左手的手慢慢的放开，往前默默的走到了那一个野兽的旁边，你看他向你招了招手。嗯，我就安静的，然后就是乖乖跟到他旁边，就是稍微探头看他是想要干嘛。注意到他从他的腰包里拿出了一捆小小的绷带，他并将这个绷带交给了你。你注意到他的手势稍微比了一会儿，似乎这个浅显明显好像就是要你帮他吧。嗯，我看了一下那个神户的受伤的脚，然后再看一下他拿出来的绷带，然后就轻轻的点点头，然后就要怎么弄呢，就是有点不知所措。帮我塞给 Edelman Handing， 我看一下状况。Edelman， 不知道，你默默的将绷带拆开，看起来这个以麻布制的绷带是无比一般，平常人的大小来说，好吧，和他这半兽人相比又更大了一腿了，这更像是给兽人所使用的绷带吧？你看罗卡只是向你点了点头，轻轻的将他那宽厚的手握在，像是没有带任何力气时，轻轻的握在你的双臂上，像是引导你、指导你似的，慢慢的将绷带拆开，慢慢的一捆一捆一捆的捆在这头野兽的前脚上。你感觉到这个半兽人中途并没有说任何一句话，只是像是细腻的引导着你。你也用着你的眼神往后看了会儿，紫色的双眸是认真的盯着你的手臂，还有眼前那巨大的小腿，而这前脚也在被包扎好后，你看着他默默的，这个手握住你双臂的手，似乎已经慢慢的已经握在了大手臂上，你感觉到他似乎好像有了些紧张，而那吐出来的炙热的气息，你可以些许的在你左耳中感觉到一丝丝的炙热。你看着他，只是轻轻的合上了眼，再度睁开，表情在这么近距离之下，你可以看到他似乎是小小的有一些慌张。他下意识的将他的手抽开。然后动也不动的，似乎想了些什么后，快步的往洞口的方向走去。我稍微就是有点不知所措，就是然后有点愣了一下，然后再看了一下那一只生物还在睡觉，我就尝试跟上 Rokita 的脚步。好，帮我塞个 step。放弃你的脚步，你开始紧追着在后方，但也在奔跑之中，也听到后面传来了咚咚的声响。你往后一看，看到了那个生物起来了，他用着那乌黑的、带了一点眉色的双眼看了一下你，就像是他盯着你，并没有任何的反应，他只是。
静静的，静静的，没有发出任何一丝声音的，唯一能听到的是一声低沉的舒喘后，他便像是向你致意似的点了点头，便安静的躺了回去。你在离开了洞窟，也注意到洛克塔正站在那已经开始太阳升起的峡谷一旁。你看着他慢慢的转头看向你，缓缓的扬起了微笑。他伸出了他的手，然后要你握上。我就也没有想太多，我就只是乖乖的就握上去这样。你将你的手搭上了他那粗大的手，感觉到那温厚粗大的手带了一丝你的温暖，而这温暖之中，你可以感觉到这个手上头还有一些小小的抓伤，还有擦伤。你注意到他只是将他的视线放眼望去，你看着下方他看的方向，那个是桑德斯正在像是一些带了一些认主似的骑着 dating pad 正在往回程走。你看这时洛克塔只是缓缓的扬起嘴角看了一下你，又看了一下下方，随后他就像是喃喃自语似的，你不确定他到底是在对你说还是在对谁说话。他只是看着那升起的朝阳，喃喃的，就像是口语似的，说着些什么。帮我塞个 insight。你眨了一下你的眼，你感觉他好像说了些什么，好像有什么很重要的话。你看着他，只是说完。双颊，那浅绿浅灰色的双颊慢慢的浮出了一丝淡淡的红晕，但你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或许是你将你的右手默默的扶上你的脸颊，怎么这时特别的燥热，特别的红呢？你不确定你在想什么，或许可能只是日出的朝阳吧，但你是感觉到你的心似乎跳得比之前还要来得快。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而他到底说了些什么话呢？我们这一些就留到下一次，或者有机会再说吧。这就对往后的预约，再慢慢的揭开这些面纱吧。辛苦了，辛苦了。为什么这个说甩衣啊？等一下，这个之后可恶，这样抽了太迟，到底说什么嘛？赛神可能要你说，再次继续之后的篇章吧，保持着期待的心吧。可恶！好啦，我该。